对了，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别人家用防尘袋做成了一幅画，你的对象应该也有很多这种防尘袋吧？做法真的巨简单，折成合适的大小，把 logo 露出来，先稍微摆放一下，调整调整位置，不需要整整齐齐，稍微凌乱一点会更好看。这样就差不多啦，把多余的部分直接剪掉，扣上相框，把背后固定一下。保留布的纹理也不像一般的画那么无趣，看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级？一起来看看效果吧，随便放在哪个角落都有一种小小的高级感。快做一幅给你爱的人吧。